嘛，也感谢警察朋友呢，会当了解，这是台湾人民的权利，这是台湾人的土地，对不对？对。咱有权利在咱的土地讲咱的声音，所以警察朋友不方便讲的，咱大家也只啊替伊讲，安听无？对。咱为台湾打拼，嘛是为着这警察兄弟姊妹，甲咱所有人的子孙在打拼。